续关心在地讯息，树木银行一度蔚为风潮，台北市最多时有六处，最后一处的是01183绿地，最近也拿下了树木银行告示牌。新北市的树木银行则是因为树木移植死亡率高，七年前已经退场，而台北市唯一仅存的树木银行有超过千棵树无处可去，沦为呆账。公园处坦承没有树木银行了，加上树木网络媒合平台成功率低于40%，走了15年的计划宣告终止。常有测速照相文字告示牌今年元旦取消，统一改为相机标志。基隆67处的测速杆去年底也全部换置完成，而测速器前年举发超速有55000多件，去年更是飙到了102037件。市警局交通队表示，是因为去年的测速组机增加了10台，加上底片从胶卷全部改为数位，违规检举不再因为换底片导致有空窗期，效能大提升。以上是11点综合讯息。